唯愿我们就是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小聚会，许下一个心愿，希望这样的灾难尽早的过去，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。余万世。掩埋在今天的喧嚣中，
在无奈的今天，你是否纪念他？火车站的钟声抚慰着孤单人的灵魂，我们都是独自晚归的人啊。火车站的钟声把我带回童年的老家，一声沉默的问候，你好长沙。小聚会，这样一个演出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。